你是不是怕一等于一？不会吧，我超级希望大家一等于一的，根本就不怕，要什么就给你吧。玩火人吗？为什么当年 TPA 可以冠军？靠赛。一直以来，台湾拿冠军的机会都很低，不会到零，但都很低。你上次去香港看到丹尼有教他减肥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每个人有他自己选择想要过的生活，我不会觉得你一定要减肥。摸石有机会让我当第87个月87吗？有啊有啊，反正只要退群不倒，你就可以一直定啊。退群不倒，你不就可以一直定吗？刚说零，现在说不会到零，趋近于零，所以你的答案卷上面可以写为零。为什么要减肥？健康，健康，健康。我运动是为了健康，饮食控制是为了健康，对。什么讲干话？想交女朋友没有？没有特别想过，特别不想，一直以来都是来者不拒的。你只是不知道而已。健康啦，真的，哎呦，那时候会决定想运动，真的是因为开公司。哎呦，那时候真的觉得身体哇好差、啊，真的觉得要死。来者不拒，只是没有人来。白痴！扑克到什么程度啊？线上稳定获利吧。打牌可以在线上赚钱，就这样子。赚多少不好说。其实你吃饱饭就会想睡觉是正常的啦，你那个血液全都集中在那个胃这边，然后会昏昏欲睡啊。可是我这个时间会特别久，我可能会持续一个小时这样。我像我现在就想睡了。摄影系目前的收入还是强吗？强啊！哇，我们这个组合是大火葬场，我们有柯加斯、蓝宝加嘉文试试，超猛！哎，我们还嘉文中路，卡萨丁感觉就要死了。摸死吃不吃鸡？不吃、欸。你的工伤是必须要的吗？什么意思？听不懂。基本开台就是工伤。总共瘦多少公斤？16吧，16。花。半年，现在来的搞不好别有居心。等一下，没差了。
没什么好利用的。我们又没有名，对不对？过气又没有利，我钱又不给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有肉体，各取所需咯。我们来看这一场的话，其实火人不是那么好的选择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讲，先打预防针。不过因为我想玩，所以就选了。工商算主要经济之一吗？没有之一。我没有只靠一件事情在赚钱。其实我有很多投资，只是你们年纪还小，就不说了。觉得聊这块好像有点无聊，而且我也没有做那么认真的投资，就是小投。然后因为之前有存一点钱吧，所以你觉得聊天是有乱源吗？有的话是谁啊？你啊？不是说你们年纪小啊，是有的人年纪小啦，一定有年纪大的啦。那反正年纪大你就知道你赚钱你不是只靠一份稳定收入在赚啊，你一定会投资啊，就这样子啊，就这样。你跟你那些反年改，你跟那些反年改。球弟讲公务员，你觉得谁是最强公务员？我还真没有注意。我不是球球那么好掉。点燃片到了，好爽！我们伊泽瑞尔是真的是过烂，这个角色。全家火葬场。直接被勾到，我也是佩服你。全家火葬场！啊，为什么不上去 A 到死啊？你有治愈不是？看起来是不大会啦，这个人。这个他刚一上去追到底应该就赢了吧。能推就推吧。这个兵线其实现在这样真的有点尴尬。因为等一下瑟西来，我们就要死了。而且江狗死了，对啊，最主要是江狗死了。啊！惨！这把惨。
哦哦哦哦哦。客家是两个头哎、欸，好猛！永杰的粉丝在哪里？零零零。李欣在中路，李欣没闪。永杰的朋友才是零零零零零，合理。骗一下。不是啊，其实我觉得好像有机会打得赢的。感觉打得赢的。慢，没有，才五等而已。他这样有点爽。这到底要打鸡鸡啊？六等了，然后我们家一个水滴。客家是好强哦，玩的真的好。六分没点大，西夏等级就六了，西夏等级就七了，七了，西夏等级。
欸，他们进来了，没烧到，没烧到，没东西。好，没有。啦啦啦啦啦啦！何家是好炸啊！他们好像双人线都没闪。哇！啊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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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其实根本就不用管他们，因为他们推线很快，我们只会掉一只而已，还不一定会掉，有伊泽瑞尔。欸，象棋他这种只要出勾，勾到伊泽瑞尔，其实我们是可以一套把那个射雷器几乎要秒掉的。蹦蹦蹦，呵呵，一起烧。有大了，有大了，不一样哦，不一样的火人哦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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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火登场，中，哎，没中。我的真的玩的蛮好的，至少比刚刚的雷公跟还有崔斯坦娜好。白痴，我刚那个大绝，那个晕射雷息，最后再来一个。W 收两个双杀，600块，是不是不一样？大火登场！吃水果，吃三个，吃四个。好，我们跑线，我们跑线。那个 AD 不敢出来了，他没有射雷器，他不大敢出来的。小心射雷器，这个不拆了，我们上去吧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加油，撑一下 ！EQ 往后 ，EQ 往后。嘣嘣嘣嘣嘣，嘣嘣嘣嘣嘣，嘣，嘣嘣嘣嘣嘣。
415。三项一折啊，嗯，还行还行还行。出水滴感觉就是妈自杀，三项还行。哎，不对，他还是有水滴，抱歉。大绝没有哎，没有大绝。真脑子哎，我好会闪。慢，白痴，我有视野。没事没事，稳妥稳妥稳妥，我还有一个 R。他一次 R 清一边，我一次 R 清一次。火喽！痛苦凝视，提高15法穿。探清啊！呜呜呜呜！好像出大事了，一次掉两座。是我们哦，客家是先死了，先抓瑟雷西吧。哎，先抓塔。哇，一个都没杀到。大小我点燃很烫的，砰！哇！咻咻，碎！啊，我们家人死了。
没死哎、欸，那个杰西。我杰西好猛哦、喔，他没死。太信他了，想说闪现可以不用交的。哦，有。没了，两个吸魔剑啊！我们这边好像 AP 太多了。过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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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断到？你自己先抓那个 AD。可以，妈没事，一直要想要偷。等点。我这这这这这这这太痛太痛。白痴，没插过去。我带兵，我带兵。其实这个什么任务解完了以后是那个加50%跑速，真的是改蛮强的。对这种释放型的角色来讲。他 EQ 怎么那么不准啊？
大家可以先把塔点掉吗？有，我没踩到，我真受不了嘉文的 EQ。哦，有了，这 EQ 也太难过了，踩不到 ，Q 不到 ，W 不到，一。咦，好，终于有了，下当了。叮，我先去干他懒，快走，快走！好像来得及，来了没有？干，他会不会听到？操你妈，没听到！干！十三层响宴，我们是双风龙哦，好快！直接中路一波吧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我 hold 不住。我在凤凤这边闪现啊！我跑超快，没事，先清兵。玩到最后玩到，上啊，大家！